8月25日，好莱坞当红男演员艾什顿·库彻空降北京，为即将在内地上映的影片《乔布斯》宣传造势。在影片《乔布斯》中，艾什顿·库彻生动再现了乔布斯这位一手打造苹果帝国的教主，而他在影片中的造型也被众多媒体一致评为世界上最像乔布斯的人。而在谈到与乔布斯最大的共同点时，艾什顿·库彻坦言，第一个是那个好奇心，他说他也同样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。第二个是 passion， 就是那种对成功的那种渴望激情。他觉得这两个不一样，然后他跟乔布斯性格上相似的地方就是 passion。电影《乔布斯》已于8月16日在北美率先上映，不过票房并不尽如人意。如今艾什顿·库彻空降北京，为影片进行宣传造势，不知是否能使得影片在中国内地的市场收获奇迹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北京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大伟。